来到了教子胡同，木德楼三角。我今天到这儿来呢，这儿来看看他这个红烧黄鱼怎么样啊？咱们到里边看看。要了他的镇店菜啊，大黄鱼，大黄鱼还要了这个卷果，要了面筋，宫保虾球，松肉，锅塌豆腐，葱烧豆腐，这跟豆腐干上了。这个他这儿的黄鱼啊，哎，做的相当好。你这个大哥特别爱吃，说他这儿的黄鱼的水平啊，哎，比这个五星级饭店烧的还好。他们这巨全啊，哎呦，你看，这鱼还真挺新鲜的，真好，你夹子能夹出来。嗯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太好了！这必须得火候好。你这什么呀？时间短了不行。嗯，这他们这儿啊，煮一煮一个，这个弹，要吃的这个肉啊，贴头刺鳞，出来的那劲啊，真就说明它新鲜好多。对。来，这是，尝过尝过，味道也都挺好，顶有的那饭馆的强多了嘛。对，非常好。嗯，做的不错。嗯，起码啊，嗯，你看这色泽，嗯，确实亮。对，亮。嗯，首先说它这鱼亮。我刚才尝了一小口，嗯，肉特别细嫩，嗯，而且我大哥说了，有弹。有弹性，对，说明什么？新鲜，说明鱼，说明鱼新鲜，对，对吧？而且黄花鱼的味道十分的浓，对，没错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我咱们这个吃了一辈子鱼了，真的做的不错。咱们好多有些养殖的那黄花鱼，对，那个没法吃，吃的老的那个，它没有黄花鱼的味儿，没有黄花鱼味儿。这做的真不错，这种黄鱼哈。丹中街这个所有的这样真的来都尝尝，咱都吃过，都尝来，真就是他这儿的黄鱼做的真不错，是做的也不错，是好，这量跟那什么，这个新鲜度也不错，对，你尝，这个卖价儿，这肉吃的你特细，170几180，还有点弹，180，对，真的不错，嗯。